突尼斯软籽石榴，可以直接喝的石榴，不用吐籽的。我看这个软籽石榴近期特别特别火，好多大主播都在不休息的给你们推，给你们直播。然后这个厂家给我邮的样品终于到货了，我一直特别着急卖这款石榴，因为我看别的大主播在直播间现场给你们掰的那个石榴品质超高，然后咱今天现场再给你们掰一个啊。这也太饱满了，我再给它切大点啊，让你们看得更清楚一点。现场掰一个，刚才切的时候都滋滋往外冒水，我的天，真的老铁们品质真的超高的，看，个个都是这么饱满，天，然后中间有这个金皮，给它拿出来，方便吃。哦，太喜欢这石榴，这石榴真是太招人稀罕了。我先掰一半尝尝，看看它里面的水分。哎，绝了都！哎呀，这个核特别特别软啊，小朋友吃的话可以吐，大人吃的话就不用吐了。哎呦我的妈，感觉像是在吃西瓜，再来口，绝对是高品质了啊！这款石榴适合所有的年龄，就老人了或者小朋友都可以吃它。老人吃这款石榴，里面那个籽它不硌牙，小朋友吃了它不硌喉咙啊。